伤筋李维斯，劲到踩入大银幕。相信香港人都好挂住你。寻日由南韩人穿翻香港，母亲人接机嘅。点解冇话俾妈咪听新闻翻？但你就话约咗屋企人食饭庆祝啊！喺亚运攞完两面金牌嘅佢，冇乜时间休息。加一礼拜三要喺将军澳单车馆出战香港场地单车锦标赛，除咗海林赛同埋争先赛，仲会玩埋强项500米计时赛添。但系佢一啲都唔紧张吧？因为依家都系一个好轻松、好 relax， 类似有少少放假嘅状态，心态上。佢仲呼吁多啲人入场添，系免费噶，够晒数啦。另外早前有指以单车为主题嘅电影破风，又要请阿 Sarah 客串吧？未落实嘅，应该都系教练啦，因为教练始终佢自己有佢嘅安排。踩单车踩到入大银幕，喂喂啦！